谢谢这个我一个介绍节目，让我们了解一些，然后有空你可以来聊，不一定要等到几十周年呢。好多人就希望你来一个节目，随便上来随便讲都可以了。对，没有人敢阻止你的。你醒来的时候你就在外面徘徊。可以请我吗？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